大家好，今天这盘棋是1998年中日围棋交流赛当中一盘棋，对阵的双方是中国的聂卫平和日本的武宫正树。聂卫平对待武宫正树的宇宙流非常有心得。这盘棋呢，双方啊下的非常有意思，开局不落俗套，大开大合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。武宫正树执黑先行。白棋聂卫平，黑棋三连星，白棋挂角，黑棋小尖，这是武宫正树独有的感觉。白棋再挂角，黑棋继续小尖。那么下一招棋，聂卫平在左边布下了三连星，也是有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这种味道。那么下一步，武宫正树的下一招棋非常的独特，在中央掉了一颗。那么这一招棋的分寸应该是在天元。那么武宫正树之所以多走了一路，也是要对白棋左边这个三连星有压迫力。白棋小飞，黑棋从上方震住白棋，白棋拆一，黑棋一跳，白棋拆二，黑棋继续从上方封锁白棋。几招棋以后，这一带黑棋的大模样啊就慢慢的成型。下招棋聂卫平直接就打入进去，镇住这个黑棋，但是呢感觉这个白棋稍微有点孤单。那么这时候电脑 AI 的意见，白棋应该是三五拖。白棋可以在边上充分的和黑棋展开同盟，实战白棋选择从上方镇住，那么黑棋呢也没有对这个白棋直接展开进攻，一飞，下步威胁就要冲断白棋。那么黑棋这个飞也是期待白棋从这里挡住，然后呢黑棋再靠下去，白棋二五扳，黑棋可以顶一个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再一推，黑棋通过压制上方的白棋，把自己的外势给走后，为进攻这个白棋做准备。那么实战聂卫平对待黑棋这个飞走得非常的机敏，并没有挡住，而是呢从这里飞了一个。这一招棋也体现了聂卫平他良好的一个大局观，如果这个时候黑棋挡下去的话，白棋再一飞，这是双方的形势要点，白棋在扩张自己的同时还要浅消黑棋这个大模样。实战黑棋并没有冲下去，黑棋再一飞，然后呢白棋再挡住，那么白棋在上方通过这个小飞就轻描淡写的化解了黑棋这个小飞。下步黑棋拆一，这是把拳头收回来的下法，积蓄力量，紧跟着就要强攻这个白棋。下步白棋势必然就要打入，但是在打入之前，聂卫平先从这里掉了一个，从这个方向浅消黑棋，看一看黑棋如何应。实战黑棋走了一个小飞，我们下一招棋白棋打入，对待白棋这个打入，黑棋采取了加攻的方式，然后呢白棋一拖，白棋这个三路拖是在这一代的战斗人类常用的一种腾挪方式，黑棋虎下去，然后呢白棋虎上来。那么这个时候电脑 AI 给出人类一个不错的一个建议，白棋应该是在这带一飞，下步要靠出去，黑棋呢跳一个，然后呢白棋再靠压这个黑棋，简单的两招棋就让这一代的白棋非常有弹性，有一种撒豆成兵的感觉。那么黑棋呢这个地方不肯搬，白棋就扭断，在这一带白棋有很多的借用，如果黑棋顶住的话，那么白棋就从上面压住，这个地方马上就要搬下去，黑棋还要一团。那么下一招棋白棋的下法非常多，可以在这一带大跳，也可以小尖，甚至可以虎一个，这些白棋非常有弹性。那么仅仅的几招棋就感觉武宫正树的宇宙流土崩瓦解。实战聂卫平选择了三路拖，黑棋虎下去，
白棋往上一虎，黑棋打翅，这是一种常见的定型方式。对待黑棋这个打翅，白棋千万不要粘住，这一带白棋的气性非常的重，白棋是虎下去要和黑棋展开结争，黑棋踢掉，白棋一靠现成的劫材，黑棋扳住，白棋呢踢回去。因为白棋在这一带有很多的劫材，黑棋呢直接打翅，把这一带白棋的劫材先消掉。那么白棋呢没有马上打翅这个黑棋，从这里靠了一个，从这个方向继续压缩黑棋，黑棋扳了一个，白棋顺势往里面一插。下招棋武功正硕走的有点问题，粘住，这招棋非常的厚实，可能是也受到了右边这个结症的影响，武功正硕也是想在这一带尽量走的厚一点，不给白棋留下任何的劫材。但是呢，电脑也推荐黑棋应该是小尖，彻底的把中央的白棋和下方的白棋联络给切断，然后呢再和白棋展开结症。那么实战黑棋粘住，白棋靠了一个，非常漂亮。黑棋往上一虎，白棋打翅，黑棋粘住。下招棋呢，白棋打翅这个黑棋，黑棋提劫，白棋呢从这靠了一个，寻找劫材。那么电脑 AI 认为，白棋在这里寻找劫材有点小。那么电脑 AI 推荐呢，白棋应该是拐一个。如果黑棋消劫或者打翅的话，那么白棋一虎就把中央的白棋连了回来，黑棋中央这个大模样自然就被瓦解。实战聂伟平从这里靠了一个，武功正数直接消劫，白棋一扳，黑棋顶住，白棋呢粘住，黑棋往上一拐。那么白棋在这一带寻找劫材，看中的也是黑棋这个角。下招棋白棋切断黑棋，黑棋挡住，白棋吃住这个黑棋，确实白棋在角上获得了很大的实地。但是呢在这里的变化，白棋做一个后手，黑棋厚实的堵住了右下角。那么双方呢在这一带定型以后，黑棋的局面还是非常的不错。那么下招棋白棋从这断了一个，黑棋打吃，白棋再往上一长，黑棋挤翅白棋。那么白棋在这里交换了两招棋以后，也是将来在这一带有一些官子的便宜。下招棋白棋一虎，黑棋退，这个退也稍微有点缓，黑棋要么挡住，要么直接脱先，可以点掉这两个角，也可以在这一带打入。实战武功中数退了一个，白棋小飞收脚，黑棋挂角，白棋单关，黑棋再挂角。我们下招棋的白棋二路一跳，先把上方白棋这个石控先牢牢的守住，保证了全盘石控上一个平衡，同时呢还要进攻这个黑棋。黑棋小飞，我们下招棋呢白棋从上面飞住黑棋，也是要间接的声援一下这个白棋。这时候电脑也推荐白棋是加攻这个黑棋，争取在进攻这个黑棋的同时，把上方两个黑棋给卷进去。实战白棋从上面飞了一个，黑棋脱角，白棋扳，黑棋连扳，这是一个常见的定型方式。白棋打翅，黑棋粘住，普通的白棋这里要粘住。那么这盘棋呢，聂伟平挡了下去，黑棋切断。下招棋聂伟平在这里断掉了黑棋，那么这一招棋遭到了电脑 AI 的反对。这个时候电脑 AI 推荐白棋应该是二路一拐，黑棋大战要粘住这个断点，然后呢白棋就扳上去，黑棋压一个，白棋一退。那么这里的白棋变得非常的安全，而且呢在这一带还获得了目数。那么这些黑棋需要处理，黑棋大致还要断翅白棋，白棋长一个，黑棋呢再往下一立，黑棋可以活脚，但是呢这四个黑棋将遭到白棋的进攻，而且呢很有可能要影响到上方两个黑棋。那么这个变化比实战要好很多。实战聂伟平没有拐到，这一下选择了
打吃，黑棋长一个，白棋再打，黑棋拐了一个，白棋呢就粘住，黑棋吃住这两个白棋，因为在这一带白棋的联络还有一定的问题，白棋跳了一个，黑棋呢先提掉，白棋呢扑了一个，那么走到这里以后，黑棋顺利的活棋，而且呢活得非常大，也破坏了白棋这个角。关键是这里的白棋将来呀还给黑棋留下一个断点，所以说这个变化不如刚才电脑 AI 推荐那个变化更加简明。那么白棋扑了以后，下招棋的黑棋跳起来，远远的瞄着这个断点，白棋先搬，黑棋一跳，保证啊这一带的活棋。下招棋呢，白棋跳起来，黑棋小尖，这招棋啊非常大，还要照顾一下左边的黑棋，将来呢黑棋一挡，在左边呢形成不少的目数，那么白棋呢也抢占一个大关子。那么下招棋黑棋呢就直接从这里切断了白棋，白棋打吃，黑棋提掉，白棋再打吃，黑棋呢粘住，然后呢白棋打吃这个黑棋，黑棋一退，白棋在这一带要争眼力，白棋一贴，黑棋呢再一退。那么可能这个时候聂伟平认为自己的形势还不错，在这一带呢下得非常保守，直接在这里虎了一个，就是要就地做活，只要这里的白棋能够活棋，聂伟平呢认为现在的局面啊对白棋非常有利。但是呢这一招棋也遭到了电脑 AI 的反对，这就是电脑 AI 推荐白棋应该飞在这儿，不单要做活自己，还要将来啊威胁这一带的黑棋。实战白棋从这里虎了一个，黑棋一飞，形状的要点，白棋一虎继续作影。那么下招棋呢，武功正数从这里粘住，失去一次非常好的机会。那么这个时候黑棋应该是小尖，继续在这个地方威胁白棋的眼位，白棋冲的时候黑棋就挡住，因为这一带的黑棋非常的厚，在这一带的作战黑棋也不怕。那么有了这个小尖，自然呢就把左边呢形成了石头。实战黑棋呢选择了粘住，白棋再一虎，这里的白棋已经成活，而且呢将来白棋挡下去是一招非常大的一个关子。那么下一招棋黑棋从这里靠了一个，这是一个棋形的要点，要分断这一带的白棋，当然白棋不能挡，这几个白棋被黑棋吃住，目数非常大，白棋往上贴了一个。那么下招棋武功中数从这里靠下去，破坏白棋下方啊这个阵势，白棋搬了一个，紧接着呢黑棋就从这里扭断了白棋。那么黑棋这个扭断是武功正数本局的一个败招，这个时候黑棋应该是从这里顶一个，白棋的大志要在这一带一虎，然后呢黑棋打吃，白棋粘住，黑棋一连接，那么这个断点和这个断点让白棋啊非常难受，白棋大志要断掉这个，那么这时候的黑棋可以连接吃住这里的白棋，目数非常大，也可以抢占左边这个大关子，走成这个局面是黑棋非常优势的一个局面。那么实战的武功正数并没有走这个顶，扭断了白棋，白棋打吃，黑棋反打，白棋提掉。那么在这一带聂伟平啊处理的非常的简明，当黑棋打吃的时候，白棋并没有在这一带粘住，而是呢从这里挡下去抢占这个大关子，逼迫黑棋先活棋。那么下招棋白棋呢从这里反打黑棋，黑棋踢掉，白棋继续反打，黑棋粘住，然后呢白棋一连接，这里的黑棋需要活棋，虎了一个，也是要威胁脚上的白棋，白棋还要把这个子给粘上，黑棋继续二路爬，这时候呢白棋从上面压住黑棋，黑棋不敢断，如果断的话白棋就粘住，这个地方黑棋还需要连接，然后呢白棋挡下去，黑棋做眼，白棋一搬。那么在下方双方的对杀呢是白棋快一气杀掉黑棋，那么黑棋对待白棋这个压也只有无条件的先粘住，
那么白棋一连箭，黑棋就地做火。那么下招棋呢，白棋往下一冲，黑棋虎下去，白棋再往上一双。那么走到这里以后，所有这一带的大棋都被白棋抢到，那么武功正数呢就投子领数。那么白棋长出以后，如果黑棋往外冲的话，白棋顺势往里面长，这些黑棋还变得非常危险。那么走到这里以后，聂卫平就中盘了战胜了武功正数。